我有三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，我希望江可乐可以和他的名字一样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快乐。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以后每一个生日都可以和可乐一起度过。第三个愿望，第三个愿望呢？我把第三个愿望留给你，无论你想实现什么，我都帮你完成。我想让你陪我重现一下今天的遭遇。走吧。哎，等一下，追你的人呢？我跑得飞快，已经把他们甩了。接下来是我们二人世家。不是这样的，你这次跑慢一点。你等我啊，艾妮，彪彪彪彪彪，一定要等我。彪彪。我是不会抛下你一个人的。